啊！哇，行云流水，我靠！哎，太快了吧？脚本吗？为什么这么快？手速仔，这一次应该没有防笑破，没那么强。来，王公的赤命有没有连锁一下？有啊，哦，哦，干这个，哦干，击败。哦，还好，至少没有季波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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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切！完蛋！没有爪子，完蛋！如果他可以扣我2000多的钱的话，我就没了。一些南瓜王三美，等我一下，我先解决这个脚本。看一下，如果有炸弹的话，我会死吗？破坏了哦，还好。我不能叫太高攻以上的怪，破坏轮他也杀不死我，我可以先泡影嘛，先泡，然后再做我要做的事。可是我叫连马愚者的话，攻击会变5300吗？不行，
脚本笨笨的。跳连马愚者打掉是快死了，就可以拿爪子。我先把一个协调抓过来。哦，对，爪子没有用了。靠杯啦，傻眼。所以我现在只能战破他，好吧。哇，做出来的效果那么强。不要杀我。两协调，有个球啊，这个。哎呦，进主街咯，你不能连锁了。检举，太扯了。